我们信神犯哪条法律了？你们凭什么随便抓捕基督徒？共产党的政策就是彻底取缔宗教信仰。你们家庭教会就是国家政府严厉打击取缔的对象。你信神的骨干分子可以随便处置，打死白死。你们教会这7万块钱放在哪了？你的上层带领是谁？我没做任何违法的事。你们为什么要审问我？ 你们问教会的钱和带领有什么存心目的？省废话，不说就别想活着出去。在这个地方整死你，谁都不知道。神哪，我快支撑不住了，求你加给我信心和力量。你如果把知道的都交代了，我们马上就放你们全家。再不说。 我们都扒光你的衣服，给你录像。你们共产党人为了让人背叛神，真是不择手段呐！共产党做事历来就是这样，谁不服役不行，把他的衣服都扒光。